说这个花多少钱了？这是。来的人不少啊，哎，我很，哎呀，又大茬了啊，啊，我很欣慰啊，这是我的话，哎，对，别抢，他都不敢抢，你看，是啊，这是义德呀，啊，对，不能抢话呀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这些日子我们也是挺着急的，嗯，天天门口为了看演出打架，可不嘛，真没辙，说良心话，做300人的剧场来500人就肯定有。那可不是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明白，好多人给我出主意，没法弄。现如今，国家各个部门都注意着我们。嗯，多卖一张票花10000块钱，就是罚款。这场可卖不了10000块钱。嗯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在想办法，没有别的更好的辙。嗯，就求大伙多谅解吧。嗯，是不是？住哪儿都有，前三门您就算是进的。那可不，当然有一晚上可不落人了。嗯，人打昌平来，打通县来，是是，你怎么让人回去？嗯，是不是？不是资质，好在现在交通工具比较方便。哎，对，有的朋友自己开车来的，那就方便多了，不算个事儿。嗯，一踩油门就走了。是啊，现如今来讲，我觉得这交通帮了好大的忙。对了，过去来说不行。嗯，你看现在的观众，有坐飞机来的。啊，那赶着过来呢？啊，嗯，你倒着来怎么办呢？嗯，是不是？住这门口就人家倒着来，俩延庆人啊，坐飞机就过来了。延庆坐飞机过来啊？这太糟践钱了，这个。是，我就说开车，这两边窗户开了，嗯，搁在身上啊，其实跟飞机差不多，开快点可能也能飞起来，是不是？没听说过，汽车啊，这东西太好了，嗯，但是也不好。怎么还不好？就没有汽车接着能堵车吗？哦，那也没有堵车了。能出交通事故吗？哦，撞不着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开车时间长对身体都不好，活动不了啊。今天来这道上，旁边路边上停了一辆大奔，好车呀、啊！啊，车底有一人，嗯，有俩人架着胳膊，哦，正来回溜达。怎么了？我说怎么了？这是啊，没事，郭老师您管啊。车坏了，我们交通走道了。啊？车开的都不会走道了，来，总开车不服众嘛？好嘛，太邪乎了这个。开车、坐公共汽车，嗯，包括这打车，打车都很方便。对，出租，您一伸手就一辆。啊，对啊，一伸手就一辆。现在车多，可是打哈欠2辆。光打哈欠就甭伸懒腰了，你这，对吧？想当初说实在的，嗯，没有这么些个出租车。是，你往回想想。嗯，想想你小时候，我小时候，去年啊，我才多大岁数啊？我长得老像，没听说过啊？您就说70-80年代，70-80年代，咱们小时候，对，哪有这么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呀？哎，没那么多，这是说明社会在进步。哎，对，好事儿。想当初的北京城，拿什么代步？嗯，大部分是走着，那就腿儿着嘛，那就前面坐个大二车，大二车是不是？有钱的象征哦。还有的像出城去远一点地儿，嗯，骑个小毛驴儿。哦，对，骑驴是不是？赶脚的吗？过去有一老北京土生土长的老人，嗯，就爱骑着驴吗？对对对，叫阿凡提啊。这是老北京吗？这阿凡提？我小毛驴是哪儿啊？还唱呢？还一句老北京话吗？什么？没听说过都。我听着了。嗯，当初还有这么一种交通代步的工具，什么呀？洋车。哦，就拉的那洋车。咱们看过一电影啊，《骆驼样子》，对吧？骆驼样子呀？什么？没听。骆驼祥子。祥子。对，这是人名。弹弦的。没听说。来，您说这是嘛祥子？不是，骆驼祥子。对，拉洋车。嗯。为什么叫洋车？是当初最早的东洋车。日本发明的哦，从那边引进的。到天津不叫洋车了，叫胶皮。怎么叫胶皮呢？这俩轱辘外面有胶皮。哦，这么叫胶皮？拉胶皮的。哦。到了上海叫黄包车。黄包车。哎，上海人一说这个王八车。对，什么车？王八车。王八车呀、啊，一种尊称啊。还尊称呢？这上海话。是一个辛苦的行当，嗯，有能挣钱的，也有挣不着钱的。怎么还挣不着？你有的人早晨起来啊，啊，6点就出去了，早啊，晚上8点半回来，晚一天挣1块钱，哟，
这太少了，不够吃。对呀、啊，也有这个，好像九点出去，晚点了，顶多下午四五点钟回来，收的也早，每天能挣八个月，那这就够吃的了，够挑呗。对呀、啊，有那个上午十点多出去，哦，两点回来的，嚯、哦，能挣这么二十来块钱。呵，这就挣得不少了，这就看见钱了。哎，有的是中午十二点出去，十二点半回来，挣一百多块钱，挣那么多呀？他把车买了，哎，这太不是过日子人了，这个啊，刀子扬车子嘛，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扬车之前都干这事。拉车子分这么几种，哦，有一种是拉车贼，怎么叫拉车贼呀？最坏，哦，他拉车呀，比做买卖挣的都多。是吗？嗯，耍心眼啊，把车拉出去，嗯，车捯饬干干净净，漂亮，人收拾的也漂亮，对，上车站，车站，北京火车站，嗯，往这一放，人多，不是谁来他都拉，哦，还分人，一瞧这拄着拐棍，戴眼镜，嗯，很有知识，是不拉，哦，他不管这人，不管，哦，一瞧这下来，背一大包袱，两眼一抹黑，嗯，脑袋蒙一白手巾，哦，你瞧这是外地刚下火车。外乡人，这个能拉哦，过去一拍肩膀，哦，下一趟，干什么？是外地人，纳闷儿，嗯，刚来是吧？对，刚来是吧？嗯，上车，谁敢上啊？这个，不敢什么呀？啊，上车呀、啊，上车，你去哪儿啊？嗯，我上崇文门。哦，崇文门，下了火车奔崇文门，没多远。很近嘛，我上崇文门，对，吸什么气儿 啊还出一口气，崇文门呐、啊、怎么了？通县你怎么没下车呢？啊，到崇文门通县下车呀、啊、多缺德呀、啊、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冲这脸啊，琢磨一天这地儿到不了，哦，太远，老乡吓坏了啊，我的娘啊，啊，远吗？远吗呀，嗯、啊，我送你去吧。啊，你送好。多少钱？问问钱。你这一条也没钱呢。是啊，给十块钱吧。十块？我的娘呀！我打陕城到这才两块钱。上趟崇文门十块，太远了啊！我钱太贵了。嗯，你给多少？给多少？我借两块钱行吗？哦、两块。上车。哦，拉了。因为这道也就一毛钱。嚯、哦！他这就发了财了，翻了二十倍。上车。嗯。拉着车上垃圾跑、嗯、跑着跑着前面过马路了，嗯，把车撂下了，停下了，再掏两块钱，干嘛还掏钱啊？怎么还要钱呢？是啊，没墙那儿站着警察老爷了吗？警察，警察叫老爷，怎么也不知谁姥姥、哎、对，没姥姥，这个过这趟街，嗯，得交两块钱过街的钱，这还有过街钱？我的娘呀，啊，毕竟这个道实在是太嗯，不给也行，咱来回试试吧。来，怎么试？拉着车奔逆行，走逆行，冲着警察就过去了。嚯、哦，警察能爱看吗？是啊，一晃手里边胶皮棍儿。嗯，回去，让回去，赶紧回来了。嗯，不让走吧？废话，啊，让走就撞上了。老乡没辙了啊，掏出两块钱又给了。你等着，嗯，转身跑到后边，嗯，电车票、废票是一张，拿着。老乡接过来，不拿这个就让走了，嗯、那可不呗，走，坐住了，是拉起来往前走，路过警察，这老乡把票举起来了，那、嗯、有票呀、哎？那是这票吗？车跑去拉车来说，你看见了吗？啊，有票，警察就不拦你了。哎，对了，到前面旮旯，嗯，找一小孩拉车的，哦，给一毛钱，给他送到崇文门去。哦，换人了，他送你不去，是到这儿瞧瞧这么近呢、啊？嗯。我怕人找见他，这么简单的一段道他就挣了3.9块钱，你看来回的这一天赶上多少起，他们挣钱了吗？啊，真挣钱了，一干买卖发财的多的，哦，这是机灵，白天挣钱，嗯，到晚上也换西装，干嘛戴上礼帽，嗯啊，拄着文明棍儿，嚯，也吃喝嫖赌，哦，出去消费去，还得消费啊，找一歌舞厅，嗯，往那一坐，跟舞女得说呀，哦，我爸爸开银行的，嚯，我趁多少多少钱，大公子，舞女高兴，我跟你走吧。挎着胳膊，俩人出来，哎，往这一站，嗯，洋车，哦，还叫车，洋，他也叫洋车，嗯嗯，洋车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一个。
嗯，行，二哥别出车。嗨，这位也没眼力见儿，这位。遇见同行，哎，那好了都得。我怎么说遇见同行躲着走呗？就说这个，哪行都一样，没听说。啊，这个人叫拉车的贼。哦。还有这拉车的油子。怎么还有油子？嗯，也能挣钱。哦。但是他没有拉车贼狠。哦，他好点。哎，他上哪儿拉车去呢？嗯，找一胡同。哦，哎，往这一待，嗯，等着，一瞧把那儿来了，提着四个箱子，哦，四脖子汗流，两步就迎进来。是，大爷，您跟这儿呢？大爷，我伺候您吧。都会说话，谁都爱听这个。对呀，把箱子递过去，嗯，搀着上了车。哦，哼，瞧您这意思，这是要出门吧？哦。啊，是我上火车站啊，是出趟远门。好，您这趟去了不得，是得大发财源。这吉祥话。走走走，咱们走。嗯，哎，多少钱呢？您怎么了，爷们儿？嗯，咱们还用说这个吗？啊，能伺候您是我的荣幸啊。呵，我脸上有光啊。真会说。您说钱干嘛呀？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啊，别跟他客气。哦，回到时候不定要多少钱了。怕这个。把话说到头里边。嗯，你别去啊。你别去，你说好了，嗯，到底多少钱？对，到时候找麻烦。嗯，您瞧，你这昨天也是啊，有一位跟您差不多，哦，这穿上打扮一瞧也像您有钱人。嗯，哎，就您旁边这门啊，是是，也是拉到车站，嗯，二话没说，给了1.5元。哦，这时候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了？这点道也就是2毛钱。嚯，这翻好几倍。他开出方子来了，嗯，要1.5元。是，心说漫天要价就得还钱。嗯，赶紧到了车站，咱们再说。哦，你想的很好，可你闹不过他。是啊，哼，拉着这车，嗯，这一道上不住嘴的跟您聊天。哦，不想当面啊，大发财源。嗯，您这买卖得翻着番的挣钱啊。好话啊，好，你快点，你快点，哎，别光不说话，快点。是，得跟您说，嗯，你这不骂了。好，您是瞧着旁边过一辆汽车，我进他卖。是，您看看这是这牛。不怎么样，往前走吧。嗯，正走着呢，又打那儿来人，一留神，撞上了，撞人了，撞人都是个学问。怎么？这位站起来这就急了，那怎么？别撞我啊！拉车子会说话，怎么说？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您瞧这事闹的，您一慌我一忙，这不就撞上了吗？对，你一慌我一忙才撞上的。哦，你要不慌，我可就不忙。他把这错给人，俩人的责任。嗯，还放心说，呵，你教训我。躲开了，巴掌过去了，嗯，满脸堆笑，举拳难打笑脸人，就是啊，人家一劲客气啊，您怎么了？您跟我着急，我上了80老母，下了不会有道的孩子，哦，您把我打伤了，全家人都得饿了，是是，您那忍心呢？您是善人呐，啊，两句好话下去，这时候就没辙了，没事了。不是你这人，你也不瞧着点这事闹的，嗯，我告诉你，也就是撞了我，哦，这撞别人也这点啊，对呀，撞了我，下回注意吧。哎，好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嗯，打不走了，没事了，拉起车来，回头还得舔。怎么说？看见了吗？啊，这说实在，这就没事儿。哦，撞死打官司得我去，废话，你不去不是吗？啊，可不是他去吗？到火车站没有汗也掏出手去来。哦，这挺擦呀，假装。哼，您瞧，天不热呀？是，你出那么些汗啊？嗯，那意思就是你太胖了，累的，我累的啊。嗯，这时候一琢磨，一看表。1.5吗？啊，找钱，找5毛。结果这钱来乐了。啊，瞧，这刚出来还没挣钱呢。这样吧，我给您换钱去，20分钟我就回来。嚯，不要了，你都拿走吧，你都。哎，拿走吧，拿走吧。耗不起，那拿走吧，拿走吧。嗯，多大能耐？这叫生，嗯，生药。巧舌如簧啊！行，有一点意思啊。他只是这个，他也能养家糊口，也挣钱呢。拉车不光是体力活，也是脑力活，机灵面、眼力劲儿。有的人就不行，怎么？比如说于谦的大爷，就是我爸爸的哥哥。对，哦，他大爷今天要活着得96岁，怎么那么大岁？他们家哥们多，他爸爸行小，最小一个，行47。对啊。多了吧，这个那年头家里没什么正经事儿干，那生孩子玩啊？啊，没听说过。那90多了，是啊，老头当初就拉过
也是老北京人，是老北京人，后来混不下去到外地去谋生，哦，到外地一瞧也不行又回来了，闹到外地回来，回来之后到北京找这个老朋友，嗯，找人帮忙，哦，啊，因为都是老北京的人嘛，所以他好说话，说得近啊，跟这朋友说，嗯，老八我讲的事你也夸我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是老北京口风吗？这个老北京吗？老北京就这味儿啊？他主要出去时间太长了，哦，出去一个多月了，哎。爸这口音改的还真快啊！是你大爷啊！啊，这嘿，我大爷，我大爷，这就算舞台事故了。待会儿我让于老师自杀，你接天下。我呀，没有那么大娄子。跟人说的意思就是自己打算干点什么。哦，这朋友看看他直说牙花子。是，按说呀，咱们都是老北京人。嗯，我得管你。可如今呢，看您这穿着打扮啊，有车给你拉，给你挣得出来。怎么？你看六月三伏穿着一通棉裤，棉裤英名是棉裤，棉裤可不多，也就四两，十二斤啊，厚棉裤，白天穿着，晚上脱下来顶门，这么硬呢？这棉裤，这棉裤打二楼下去能把狗砸死。嚯、哦，穿俩电杆子似的。是啊，脚底这双大棉鞋八斤一只，全是棉花。哎呀，走道慢，知道吗？那还不慢，过去练轻功都穿这鞋，是当沙袋那么穿啊！你们这怎么弄这个啊？嗯，一琢磨那也得管他呀。是领到车厂子，有朋友是干这个，哦，认识人一说干什么？嗯，这个人啊，了不起哦啊！他这个侄子是于谦，哎，若提我干嘛呀？若干年后就是中国相声演员了，这没听说过啊！甭提我，这是他大爷，叫王富贵啊！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吧。我姓于，我大爷会姓王，亲的呀，是就是亲的才不应该姓王的。这个你这个脑子有问题。我脑子还有问题？哎，你别问了，你问清楚也是病，问心里也是病啊。我不问清楚了，这病更重，知道吗？你问这个，你先说，你大爷跟你爸爸是一回事啊？对，不是他那也是亲哥俩呀、啊。这个就算姓于吧，就算姓于。什么叫算姓于啊？啊，说您家这事儿您得管呢。啊，您是开洋车厂子的啊？有车给人一辆让他拉去。是，这时候看看这身衣裳，哼，哎呀，啊、身衣裳快看上盔甲了、啊。这身衣服干嘛？藏不住。嗯，啊、行了。嗯，房上有辆车，你要愿意拉你就弄走吧。房上有车，你琢磨那好车能上房吗？是啊，打上面拉下来一瞧，嚯、哦，这车厢板也都散了，嚯、哦，前面这车把剩一根儿啊，俩轱辘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，得雇辆车把这辆车拉回来了，好嘛，你大爷，我们收拾收拾吧，等石头，先把车厢的板先定上，嗯，五分的板儿，对，买点钉子了啊。三分的四分的都行，小丘皮筋大爷买的啊，嗯，三寸五的，这么长、啊，从底下往上钉，哦，露了几个大尖儿跟这儿，冲上头，你都砸弯了它呀，那也拍扁了，拿块麻袋给盖上了，还藏起来了，自个儿看着挺痛的，行，这不就瞧不出来了吗？哎，对，光瞧不出来就行了，俩轱辘，一个有胶皮，一个没胶皮，就凑合吧，好凑合了，前面车把剩一根了，嗯，单挑虎不行啊，是啊，找根扁担捆在这边。这逼了扁的，前面横梁上来根文明棍儿，嘿，拉着车上大街了，真能凑合。人家都跟街上找座儿，嗯，他找一死胡同，死胡同，怕人看见啊，呵，搁着死胡同，抱着肩膀跟着蹲着，嗯，早晨六点出去了，下午两点都没拉座儿，那是没人呢。按说这一天也没座儿，嗯，真有这倒霉催的，来人了，胡同里边门一开，出来一位，哦，啊，你瞧这事闹的，嗯，正要找车，这儿就有，嗯，巧劲儿吗？洋车，嗯，洋车，哎，大爷抱着肩膀还乐呢、啊。这个北京人家什么年过数啊？怎么了？叫什么名字都有 啊？还有叫洋车的？谁叫洋车呀？就是啊，人家过来，哎，说你呢？嗯、啊，说咱抬头干什么呀？嗯、啊，那个这怎么着？拉座不拉？拉呀、啊，拉座。我那行了，拉我不拉你拉我？这叫怎么说话？你说什么话这是？嗯、啊。我上车站，嗯，你就砍着油，哦，你来这你说好了，你要多少钱？40万，这嚯、哦，穷疯了吧这？你要疯了你，40万啊？你40万给我什么？这条胡同是您的了啊？这本来也是我的，哪不刚开了？把钱给我，这白费劲了这个。别废话啊！真废话，
啊，一块，哎，一毛钱去吗？嗯，你大爷哪拉过这个？嗯，有没有吧？啊，行，不用听，是上车。哦，大爷真听话。嗯，迈步上来了，是向着板儿立四大钉子，嚯，坐下了，站起来比坐下还快。嗯，噌一下子，嚯，扎的，速度都赶上神六了。好嘛，跟他比了。邪愣着呀，这个改了当真了，嗨，不是这么当的事呢，怎么歪的？是啊，这车误在泥里头了啊，你走这看看啊，你瞧啊，啊，泥里有胶皮，已经没胶皮啊，对，那可不是歪的吗？这事儿闹的，嗯，就歪着就歪着吧，啊，走，咱走，咱走，哎，好，你大爷先往车里抱大腿啊，干嘛抱大腿啊？太沉了，对，这棉裤箍的，一来这把，嗯，哎，这把是一个是阴阳把，嗯，两根。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省着这车打天秤。哦，打天秤就省着翻过去。对对，车翻过去这叫打天秤。哦，所以是一前一后压着车把这么着跑。对啊，来着这个，来着这个，一使劲，怎么这边下来了啊？扁担抽出来了，这不结实的这东西啊。是，我给你一个事吧。啊，你坐我这车，你是愿意坐啊？怎么着？嗯，不是，我不坐怎么办呢？你要真想坐，你抱着扁担吧。哎啊，这坐到后边啊，斜着身抱着扁担，什么模样？这一毛钱花的呀！哎呀，太糟心了，这个。我回来，咱们准备走呢。走啊！这手奶着，嗯，这手没地儿搁，怎么办？推着这个车过去底下啊！啊，走了啊！走了，走了，这他蹦什么呀？千面子这是啊！是啊，走了20分钟，嗯，没出去2米，怎么？见高不见远，哎对，光往上蹦。哎呦，一边蹦一边还说呢，啊，你认便宜吧？怎么？坐我这个车，你睡不着觉啊？你哎是。全颠弄醒了，能睡得着吗？嗯，跑起来吧，后边这有这气呀，啊！你说一毛钱，我跟你今儿就磨了啊！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是因为看这意思，他不认道，不认识，拉着车可是北京城胡跑啊！这个心说一毛钱雇个驴都值了，是啊，拿他就当驴来吧，掏出手绢蒙着眼，我睡我的，你拉你的啊！睡觉了，看这意思，我不喊停，他能跑到死。这个方向我是挺爱的哦，郭老师一直下去，我绝对撞上了，撞上了，我估计撞上他挺聪明。废话，10、9、8，倒计时呢，5、4、3、2、1，撞，真撞，躲开不就完了？这会儿扔俩人啊，大仗有点乐呀，啊，我说后面这多说，哎呀，我绝对撞上他，是你跑不了这个玩意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奔着撞去的。你没瞧见我吗？是是，我没瞧见，对不起，给台阶就完了。哎，你没瞧见我，嗯，我瞧见能放这么准？哎呀，这肯定是瞧见了。我早就看见你了，哎，我早就看见你了，那还撞？哼，我抽你！哎，打不打他们？抡圆了打他。嗯，你看他拉车外行，行里打他内行。是啊，拽着一根车把，走，哦，举起来了，嗯，大呼呼，拿手上了，大爷乐，你看看肿了不是？你看看。幸亏了，孙子，你要着倒霉啊！嗯，正乐着打后边过来，揽着玻璃了，啪一大嘴巴。有一人，你大爷呢？哟，嗯，你怎么回事你？啊，我撞了他，他打我，嗯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对，我怎么看你眼熟呢？嗯，你不是坐车来了吗？坐，你怎么打我？打你？啊，你让车把我摔后头去了吗？摔下来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哪儿啊？什么眼神啊？不是啊，啊，
来人不少啊。是，那倒是。我很欣慰啊，高兴。我很痛快啊。啊，待会儿散了都别走啊。干嘛？咱们吃饭去啊，请客，谁去谁花钱啊。很好啊，啊，来这么些人，我很痛快。哦，请吃饭吧，不现实。对，饭的时候，每位上我那儿领50块钱去。哦，给钱，给钱，这个合适啊。怎么？想吃什么就买什么。哦，那倒是，就是有钱。谁缺钱说话啊？您有钱啊？找我啊？哦，我有钱。您有钱好啊，哪儿说理去，我有钱了，现在有钱好事儿。原来也不行啊。哦，以前穷，实话实说。哦，吃上顿没下顿，家里穷得跟什么似的，住那破房子千疮百孔，你看要赶上下雨要了命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没办法，屋里代表人了。是，所以说我发誓一定要发财。发财，一定要发财，挣钱吧。现在我发财了。哦，有钱了。有钱了啊。前些年美国打伊拉克，啊，打完之后我发财了。哎，这您怎么发的财呀？打仗前打仗后分别发了两笔财。怎么发的呀？打仗之前所有美军这些士兵的盒饭我供应了。美军吃盒饭多少人啊？啊，多少人啊？啊，连长往上西红柿鸡蛋的，连长往下尖椒土豆丝儿，我一锅一锅的炒啊，我送给发财了，还荤。打完仗之后我又发财了，这怎么发的？什么导弹呐、啊、坦克啊、军用吉普车都没用了啊，都破军火，我拿三轮车都拉回来了，拉回来，拿锯都把它锯开了，干嘛用啊？骨脱口弄一大锅，嗯，锅里都放好，底下架上火烧，干嘛？把它烧成铁水。哦，拿勺舀着往地上泼，这是泼完了裁齐了，等干了接起来卖铁板，倒卖钢材，这钢材呀、啊，发了财了啊。这回行了，你有钱了，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。干嘛呀？吃喝玩乐呀。哦，就造钱。造吧。嗯，买别墅，买房子，瞧见哪儿好买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钱了吗？买。好，穿衣服、哦、什么值钱买什么、哦、穿好的，穿好的、嗯、家里那马桶，嗯，黄金打造，那么高级一马桶，谁家有钱？有我这有钱。这没有，马桶黄金的。好，搁墙。墙上，镶了墙上，您拉得了那么高吗？我这这，不是您别动手，有搁墙上的吗？马有钱呢，搁墙上啊！我雇人呢，曲艺团不都闲着吗？雇六个说相声，雇六个说相声举着我把我怼上门儿。没人去，对吧、啊？找别人吧，是不是？我有，就是有钱，有钱好。哎，这么花，你哪儿能花得完呢？花不了多少钱。你不能弄好些个马桶是吧？嗯、啊，屋里边你弄一墙都是马桶，是吧？那成潜水艇了啊！嗨、哎，甭提这潜水艇了。吃饭啊，吃好的，一天到晚就跟饭馆里待着。哦，请客好，像你们这说相声这个啊，都跟我走，说相声都爱蹭饭是吧？跟我谁呀、啊？跟我没有，请客吃饭。你说想吃什么吃？啊、哦，川菜、粤菜、啊、哦，京菜、鲁菜，各种菜系啊，湘菜、臭菜啊，哪有臭菜啊？就都吃，想吃什么吃、啊？说，谁告诉我现在兴什么？嗯、啊，我去。哦，就挑这样吃。吃什么最流行？我去。哦，都吃遍了。有人说吃泰国菜，哎。这现在流行，尝了尝啊，又酸又辣，啊，不是味儿，不习惯，咱不习惯。越南菜，嗯，也吃不惯，那也辣，也吃不惯，嗯，吃什么呢？那天碰见徐德亮他姐姐了，啊，哦，说相声有叫徐德亮的啊，刚才他姐姐叫徐美丽，啊，徐美丽好看着呢，哦，大个儿是，长得挺漂亮，嗯，当初我们两个人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这
您就甭介绍了啊啊！我差点成他姐夫，你知道吗？是啊啊啊！我说我问我说哎，我说现在吃什么最讲究？哦，吃什么才能花钱呢？我给您出主意啊！你上家去吧，今天我们家里来了好些个美食烹饪界的朋友哟，给你出主意。好，来的屋里都坐满了，都是厨子。嗯，我说你们都怎么着？怎么能让我花钱呢？嗯，这个说了，我会做佛跳墙。哦，广东菜做佛跳墙，我吃过呀。哦，你怎么着？我会做这个罐焖鸡，是这没什么意思。这又说了，是我做那个水煮鱼，这没意思，酸菜没意思。哎，我说美丽，美丽，嗯，你会做什么呀？要不你愿意的话，我行啊，我会做鸡啊，我能做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说那国家不让啊，啊，国家不让啊，做什么鸡？红焖鸡，红焖鸡。哦，我说这也没什么吃头啊。有一厨子告诉我，现如今有一道韩国菜，韩国的油炸的番茄鸡最好了。是啊，卖的也贵啊。多少钱？就半只140。哎呦，那是不便宜。这行啊，哎，您有钱不在乎，这喝啊合适。好，我说实在的啊，啊，我适合吃这个贵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长记性啊，以后就别拍了，知道吗？好嘛。我合适啊。啊，好，吃吧。嗯，打车北京城找去，去找来找去，人告诉我了，哪儿有麦子店儿，通县了。没有，没到那边啊，朝阳麦子店那边。哦，那儿坐车去了，一下车一瞧，不像个饭馆的样儿。怎么两边就是什么发廊什么的？发廊好多工作人员干嘛站在门口？工作人员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，嗯，咱不懂这个。是啊，我说我不剃头，不剃头啊，往里走吧，看看去。到井里边有一大饭店，哦，就是这儿，是吗？写着韩国字呢。哦，咱不认识啊，韩国字。推门进来的，是，还没到饭口，没人。哦，就我一人。好啊，坐这儿清静。服务员过来了，点菜吧，点吧。服务小姐挺客气。是，韩国人兴这个，一鞠躬跟系鞋带儿啊，90度。甭点了，吃那特色菜。好，你们这儿有鸡没有？咋那么神秘啊？我就是。他是。我吃那啊，给我上后边来，来来来来。还上后头去？领到后边有小单间儿啊。啊。推门一进来不像饭馆啊，怎么也没桌子啊，有一单人床，有一枕头，说这怎么回事呢？是啊，我正纳闷呢啊，他进来了。哦，把门关上，插销插好了，哟，把灯关了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啊，大晴天，哼，不是郭先生，我轰你太阳当空了。你先别闹了，您别闹了，当天晚上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？就这大太阳，哎，不是，没问您太阳，这晚上怎么样了？一关灯，对，警察就进来了。警察进来了，罚了10000块钱。啊，后来我们就偷着去了，偷着去。嗨，吃嘛，吃饭，为了吃饭。您那是吃饭？吃饭，吃饭。感情这玩意儿挑费挺大的，费钱。吃了些日子，我又穷了，全吃惯去了。你说这玩意儿啊，啊，穷了，没钱了，啊，又恢复以前的日子了，又没钱了。冬天了，全家人连件棉衣都没有，没得穿了，吃上顿没下顿。哎呦，我那儿子也闹，一天到晚的，哪儿去？孩子闹，啊，我饿，我饿，那可不饿吗？讨厌啊！你去年没吃饭？去年。啊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去出去玩会儿去，出去玩会儿去。嗯，孩子出去了，10分钟又回来了。干嘛？他那个了不得了。怎么了？姥姥来串门来了。哦，姥姥来了。姥姥来了。哎，哪个姥姥？胖姥姥、瘦姥姥。哎，怎么还分胖的瘦的？这胖姥姥是舅姥姥。哦，家里有钱呢。哦，有钱。瘦姥姥是亲姥姥，我丈母娘。哦，您岳母。哎，胖姥姥、瘦姥姥，谁来了？瘦姥姥。得，岳母，关门，不让见。你琢磨，他但凡吃得饱，能瘦成那样吗？啊，啪
门就关上了。嗯，门刚关上，嗯，我丈母娘就到了，来了，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这也太瘦了吧，这个啊！你琢磨琢磨吧。啊，顺门缝进来了。嚯、哦，进来还说我呢，姑爷。你怎么还关门呢啊？哎，这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这行行行，别比划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行了，瘦他瘦瘦也不能跟皮影似的吧？这太瘦了啊，太瘦了啊，太瘦了。我说呵，我说妈您来了，来了，吃完饭来的吧？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别废话啊啊！别废话，没吃，嚯、啊！我一嚯一口气儿，嗯，日怎么了？丈母娘挂墙上了，好。两边有钉子把袖子挂上，乍一瞧、嗯、我岳母跟耶稣似的，没见过这么瘦的耶稣。来上地下来吧，来吧，现摘。真没吃饭呢啊，正好一块吧，一块吃，上炕躺着吧。躺着，我们家有一宝炕，一头冲上一头冲下啊。今天要是吃饱了大头冲上、啊、今天没饭辙掉一个脑袋冲下，空着一会儿的功夫心火就上来就不饿了、啊、那可不是吗，空着吧。嗯，空了有半个小时，老太太坐起来了啊，嗯嗯，擦擦鼻血、嗯、血都空出来了，还饿吗？不饿了，不饿了，不饿了，那是不饿了。看看这尺寸，回家您也弄一个啊，甭学了，这个聊会儿天吧，聊会儿天吧啊，说点那个减肥方面的事啊。减肥的事儿 啊都这样了还减肥呢，时尚啊，还追时尚。聊了一会儿天就不早了啊，睡吧睡吧，都躺下吧，躺下吧，都躺下吧、嗯、躺下是躺下，家里没被窝呢，被窝全家就一床被窝，哟，跟口罩那么大，那还盖什么呀？给孩子盖吧，管用吗？盖肚子上省闹肚子。这娘俩怎么办呢、啊、我媳妇儿我丈母娘这怎么办呢、啊、让你们躺好别动 啊我想办法。什么主意？我出去弄两筐土进来，拿铁锹拍严实了，活埋了，别动啊，半夜里要翻身的时候留神 啊露着胳膊冻着啊，愣埋。哎，你们娘俩是有造化的。还有造化？谁埋我呀、啊你怎么办呢？我盖什么呀？啊，我出去找了几块板砖来。干嘛？这是我的枕头，砖头当枕头，身上怎么办呢？也凉啊。想起来了啊，院里有一水缸，没底儿、哦，拿进来搁在炕上，钻进去，这就是我那小被儿。嘿，好嘛，盖着我这被。嗯，睡觉，睡吧。半夜里边，我们家闹贼了。就这样还闹贼呢，太没良心了，他偷我。这偷什么呀？你说他有人性吗？气得我呀，我这看着他啊，他还纳闷呢。嗯，哦，这还黑社会的吧，连灯都不点啊，找这儿找那儿找，我心说你找不着啊，我找了好些天了什么都没找着。对，抄起我这枕头来，就那板砖，开那啪哗流血了，血下来了、嗯、哎呦，站着喊。嗯，我乐了。怎么？小贼你认便宜啊，得亏是枕头。哦，这要拿我这被窝砸你早完了。好嘛，拿钢拽人家。起来起来起来，闹贼了啊，把他捆上。不，你胆不小啊，啊，你敢偷我啊？认打认罚呀。认打。哦，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。嗯嗯，认打呀，啊，把你炖了。炖了。把你炖了啊，认罚罚你7亿美金。我、啊、穷疯了你！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有种，你炖了我。”得，呵，滚刀肉！呵，你敢跟我这样说话啊？我告诉你，嗯，我要是有锅，我早就炖了你。哎，没锅，一翻身上啊，翻出一块钱来，一块，这一块钱啊。真缺德你啊！嗯，他把衣裳都给他扒了，把衣服全扒了，光着了。走走走走走吧，这就出去。走，我不走，这样出去别人打死我哥啊！那可不是吗？我借你件衣裳吧，有衣服也不行，我们都在身上穿着呢。嗯，哎，你陪我这被窝走，把缸给他扶好了啊，搀着他跳进去，一端着缸，嘿，站起就走，回来。干嘛？没打你，没骂你啊！啊，你就不懂得客气客气吗？要谢谢，鞠个躬也好啊。哦，恕我甲胄在身，不能十一全礼。嗨，行了行了，要
甭弄这客气事了，躺下了、啊、跟我媳妇商量，时来运转呢、啊、怎么有这一块钱啊？那管什么呀，明天早上起来咱们先放高利贷、啊、一块钱有一个月收他个3000万5000万跟玩似的，紧跟着股票上市啊，咱们收购电视台，一年的功夫，嗯，咱们的身份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啊，想瞎了心了都。好好，这会儿功夫天可亮了啊，我一瞧这一块钱呢啊，还是假的，这一点用没有，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啊。我估计这要放高利贷啊啊，得有一半的人不承认他，嗯，全不承认，怎么办呢？正琢磨着呢，嗯，门口来推车卖早点的，啊，见过吗？早点知道，推车，啊，豆腐脑、豆浆、稀粥、面茶，还挺全，炸糕、油饼、油条，推车卖，这阳光早餐。哎，我说媳妇儿啊，就出去买点早点进来，大伙儿先尝尝啊，快去买早点。媳妇洗脸化妆，还化妆，描眉，画眼睛，好家伙，啊，画口红，这么大，嗯，小嘴儿，嗯，还小嘴儿呢，画好了，我别拿那大锅啊，哦，拿咱家那小锅就行。这这么大号小锅啊，拿着出去了，哎。师傅啊，哎，对，打一锅面茶，打一锅面茶，打一锅面茶。他把他那锅端起来，这么大个儿，啊，往我这里倒，连底儿都没铺满。哎，对，不够挂边儿的。媳妇儿端起来，端，先喝的七八口，解解饿。一会儿瞧出钱是假的，也不往回退了。啊，好，那些什么。麻花、油条、油饼、炸糕都要啊！一样来，来个300-500的啊！干嘛呀？给你这个，找钱啊！这一块钱假币还找钱呢？买早点的接过来，眼泪下来了。怎么了，大姐？您这是假的呀？看出来了。是是假的。嗯，怎么着？不怎么着。您要是印的也对得起我啊！这是铅笔画的呀！愣画呀！你太万恶了，你啊！你4张废纸就敢蒙吃的呀你啊，太不像话了。嗯，我媳妇能饶他吗？怎么三说五说俩人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卖面茶这小子心狠手辣，嗯，举起手来问我媳妇来了。哦，我媳妇不是饶人的主啊。是吗？端起这面茶锅汤一砸，哗啦一下就碎了。哦，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媳妇俩手紧着劲儿的葫芦啊，葫芦这血，葫芦这面茶啊。好，还是吃啊，喝一口是一口啊。啊，一伸手抓4个炸糕，汤汤汤一下先扔进仨去，连嚼都没嚼就咽下去了。你瞧，把这又搁嘴里，要吃还没吃呢。这小子过来一脚，汤把我媳妇踹躺下了。嗯，大脚丫踩着这个绷嗓这儿，啊，让那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，这难受。我在屋里瞧见，我心里不是滋味啊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啊。对，我能不管吗？您得管。电不丁腰蹭了一伸手，汤。这干嘛？先抓一捆油条。哎，好嘛，我又看见粮食了，我呀。哎呦，我先吃两口吧，饿极了。我一吃油条，这小子不干了啊，抬脚奔我过来。他刚一抬脚，我媳妇咯搂一声。死了，炸糕咽下去了，还吃呢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窃洗澡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什么呀？大伙儿都是来听相声的，对，都喜欢相声。我也是来听相声的。您也喜欢相声？不许啊！没有没有，喜欢相声我们愿意。哎，是这样。嗯嗯，我可爱听你们这行子的。这行子呀，好东西啊！啊，倒是。横击筹啊！对。
破墙正气。您去数的是怎么着？还破墙正气吗？您在报纸上都写着破墙正气吗？没有。叫什么呀？弘扬正气。弘扬？对。湖北羊肉。你扣着十呢是怎么着？我爱听相声。那好啊，你管着吗你？没，我不管您，我就好听这个。那我们好。我昨天做梦还梦见说相声呢。做梦都能梦见相声演员？一个大汽车哦，拉了一车说相声。您都认识啊？开车的叫侯宝林，大师啊。副驾驶是马三立。哎呦，后边坐着一车说相声的。是啊，都是那个高人呢。谁呀？吴向臣。哟，郭全宝。嚯，郭荣起。哎呀，这都老先生。常宝奎。嗯，牛振华。罗桑。吴彪。我看看有于谦吗？这车里头不会有我，我这矮着个的走，怎么样？没有，对，没有，没有于谦。哎，一车死鬼怎么能有我呢？奇了怪了，就看开车侯宝林说的啊，于谦快点去啊，回车呢。合着我在最后头呢，你推着他们走的，不怎么样，又怎么样？可见我爱相声啊！啊，那您梦见都梦见相声了？到北京城来，那听相声，我打心里我痛快。好啊，多说点。说我们是给的不少，啊、多说是说完了返场翻翻22个你。干我们倒曾经翻过啊，有房子力气吗？啊、我们是卖力气啊。好，我不是你们本地的啊，我是在咱们那儿混不下去的，在您那儿混不下去了，我惹了祸了，我跑出来的，我还不能说我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。您既然秃噜到这儿了，就说说吧，不碍事。我说了吗？说。您都是爱听，您说一说。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啊。因为什么呀？俺们那个村子里边啊，有一个特别行政长官。您村里还住一特别行政长官？对。谁呀、啊？俺们村长。这，嗨。您就别吹大气了，了不得，执掌省啥大权，那也是村长啊，了不得。怎么了不得？脾气大呀。脾气大？脾气大。怎么看出来？呵，给你举个例子吧。您说一说。有小孩蹲在地上拉屎，哦，村长看见急了，怎么喊那个狗过来吃？哦，喊三声狗不来，自个儿趴那儿吃了啊。这脾气太大了吧，这个性如烈火呀。哦，性如烈火，脾气大没什么好处。嗯，俺们都怕。是都怕。嗯啊，我那天村子里面村长带着几个副主任啊正谈工作呢。哦啊，8万啊一条。您这谈什么工作呢？这是还麻将工作呢？哎，对，就说玩麻将就行了啊，正玩着呢。啊，我一看咱们村长那个汗都下来了，出汗。他有个毛病，怎么？一年四季这个衬衣这个扣啊，不解开，那是热的。我一看出汗了，我给他解开吧。你解？啊，你热了啊？坏了？怎么了？俺热了，坏了。这有什么的呀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解开吗？怎么回事？他那个脖子上有块癣。哦，不好看，怕人瞧见，就怕人家看见啊！我给解开呀，解开，要了亲命了，那也不算什么嘛，还会保护我的，是吗？怎么办呢？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家祖传有一种膏药，哦，沾上之后就没了。那好，给他治好了，但是不能去根儿，怎么？要转移。怎么转移？那这儿接下来俩贴脸上，这儿没了，当脸上了。哦，还得转移到别处去。我说我给你搁在胳膊上吧。好啊，用袖子盖着，看不见。转过来这儿没有了，我乐去。高兴了吗？鼻涕泡都出来了。村长什么德行啊？过两天穿短袖的，嗯，又露出来了。哎，你还看见了？我给你搁腿上吧。大腿。打腿上好啊！过两天他说出去要踢球去。哦，我就看见了。他穿短裤吗？给他转到屁股蛋子上面。啊，这儿就看不见了。那又惹祸了。
又惹祸了。你看，有一天晚上，南门村出事了。怎么？南门那个妇女主任啊，晚上出去玩牌去，嗯，回来晚上遇见流氓了。哟，村子洞口那儿，蹭一下子出来一个流氓。哦，俩人撕上一块了。在漆黑的一个晚上啊，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，是经过激烈的反抗，嗯、啊，流氓被拔个精光。对，这怎么那么乱呢？这事儿，我们那个主任呢，他不饶人的那个妇女主任啊，你想跑，你门儿也没有啊！哎，哎，这不行，行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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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见义勇为，知道吗？什么见义勇为呀？啊！以后您就说俩流氓碰一块儿了就行了，知道吗？不许你侮辱他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太好了，让流氓抬不起头来。是啊，把流氓吓得啊，转身都跑啊。流氓跑了，光看见脸，光看见屁股上有块癣。哦，你看。全村人都传呢、啊，说那个流氓是村长。你看看，这不惹了祸了吗？啊！妇女主任那个老头子不干呢，不干啊！把村长叫到家里去，哦，要商量这个事儿。这还商量什么呀？一不打你，二不骂你，怎么办？你这样，我这有三斤炒黄豆啊，你把它都吃了，你就揍你去。吃炒黄豆？哎呀，这村长来就不叫事儿啊！是啊，那屎都吃那么些个了。哎，对，对。你着急，那不是三斤都吃了，吃吧？要喝了一肚子凉水。哦，又打屋里往外一走啊，啊，我跟着一个古乐队。怎么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吃豆子是有这么一项啊。大伙儿都纳闷，村长怎么的了？啊，村长还遮羞脸呢。怎么说啊？人上了年纪，就爱放屁啊。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马赛，嗯，现在好盖踢水果味儿，一个踢顶过去五个。鼓楼不费劲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干嘛还蹦鼓楼上去了？是怎么着？你这不要了亲命了吗？啊，他会报复我的，还报复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回家之后，我跟我老婆子商量啊，我说媳妇儿啊，怎么办呢？嗯，你说这个村长恨上我了，是有办法没有？我媳妇儿说，那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啊，谁让你逞能呢？嗯，把我烦的，您烦媳妇儿就是好叨叨，这个嘴不闲着，好磨的，一天到晚这个嘴不闲着，老说。夏天我就烦得恨得没法没法的。啊啊！说您出去吧，啊，拿点钱，你上海边去玩去吧，是说海边旅游去吧。哦，好，走了俩月，回来一看，我的娘呀！怎么牙都黑了？啊，到那儿也没少说呀，这个啊，牙都晒黑了。是啊，你这知道他多能说了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嗯，你有办法没有啊？嗯，哎，你出去吧，你也走吧，你上北京吧，找你哥哥去吧。北京您有亲戚？我哥哥在北京啊。啊，那你找亲戚？我找他来吧。啊，我到了北京了，我把地址弄丢了，又找不着了。俺听北京比咱们村子大一圈啊。那不是一圈知道吗？好几圈呢，是吧？哎呀，那娘呀，那个大楼那个高啊，高楼，一二三四，还数他干嘛？往上数。嗯，俺那边来个小伙子，骑着车，一脚踩住了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嗯，数楼呢？啊，北京有规定，不许数楼。啊？哪儿这规定啊？罚款。嗯，这也罚款。北京这个规矩大了。嗯。多少钱？嗯，你数多少了？嗯，数五层了。啊，五十，一层十块。我那娘，一层十块啊，也就五十。这小子啊，蹬上车人就跑了，那还不跑？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啊！人家倒缺心眼儿，傻子，怎么回？我都数到十八楼了。呀嗨！还人家缺心眼儿呢，还。无形中我就省了不少钱啊！哎，您照这么省下去吧，那就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办法。哎，他是走了，顺着口袋掉一张票来，掉什么？捡起来一看，啊，文化活动中心通票，通票全能看。啊，通票，嗯，我上那儿通通去吧。啊，什么叫通通去？就都能看吗？啊，对，全行。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我找到那儿来。好，一进门，呵，啊，这个大楼十多层啊，还锁。进电梯啊，进电梯一个小时没上去，怎么回事？没电。废话嘛，这没电你上什么电梯呀？也不换把电池，你说这这是电池的吗？一楼有个大剧场，嗯，一帮人坐那看演出。哦，我也坐那儿吧，坐那儿好。出来个主持人，对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哎，是这么说啊？演出现在开始了，哎，欢迎您欣赏咱们的文艺晚饭啊。晚
晚饭呢。什么舌头这都是啊？晚会啊，他这普通话讲的不标准，这是啊。您这也不怎么样啊。谢谢大伙的光临，嗯啊，今天在这儿我们演出文艺节目。对，您听说过黄河吧？黄河，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，这倒是。我们要关心母亲河。对，下面请欣赏长江之歌。没黄河什么事儿哎。我说的是人话吗？这说的是呢，这个谁演的？大半天黄河改了长江了啊，转身我就出来了。甭听这个，到二楼一瞧呀，嗯、啊，有一个大的游泳馆。哦，游泳，里边都是这个水呀、啊。啊，他锻炼啊。教练看见我，一把揽进来了。哦，游泳，让您游。我说我不会，我教给你吧。啊，好，这真好啊，带我在里边游啊。一个小时我上来了。好，行了，今天到这儿吧。怎么呢？实在喝不了了。您喝水去了上哪儿？我这个水量就这个意思了哈。嗨。不是这量的事儿，又上楼了。嗯，待在楼上一看呀，嗯，饭馆儿啊，吃饭的地方，韩国料理。哦，好，一看菜谱，嗯，泡菜。对，哎，菜还能放泡？泡菜，晚上我一瞧啊，嗯，就是那个辣白菜啊，就是要35。哦，一结账我就认识了啊。是啊，韩国料理，嗯，让韩国人给料理出来了。嗨，不是这么解释。旁边对门有这个小剧场。哦，演这个马戏。哦，打耍儿，喝出这个大姐，嗯，好看，长得这漂亮，是是，穿的一身那个绳啊，驯兽表演，耍一个大狮子啊，那个大姐嘴里嚼块糖，哦，那个狮子过来，扛扛就掉头了，有这节目，全场观众还鼓掌呢，好啊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行吗？我也行啊，你成？把狮子牵走，啊、对，把狮子牵走啊，没行。我二斤糖没问题，是没糖也行啊，五斤我都能吃下去，这我也行，知道吗？你就是糖尿病不行，这没听说过啊！我先说，我先来啊！这帮没谁跟你排队了，这是、啊、把狮子牵开还练什么呀？太没意思了啊！这个铜票就这个玩意儿，嗯、啊，转身我就出来了，走到街上呀，怎么了？瞧见我哥哥了，我哥俩碰上了，哎，推着他那辆小自行车啊，骑车啊，我的胳膊在这儿呢。啊哈！哎，兄弟，你来了，啊、都碰上啊！我一瞧走道，你们这么怪呢？啊，扭着走，蹭着过来。哥，你怎么的？啊，你怎么的？别骑了，让人暗算的。怎么暗算了？今天骑着自行车走，本来不好骑，大顶风。哦，前面有个大胖子。啊，骑着骑着往上一抬身子。啊，这是顺风全飘回来了。哎呦，我寻思啊。啊。恨的我要复仇啊！怎么复仇？我玩命的往前弄，蹬他头里啊！我一使劲啊，也放了个屁，我拉裤里啊，拉裤子里了！哎呀，兄弟，你可不知道啊，我骑着大梁过来的。嘿呀，对，不敢招惹实地儿，这是。后边咱给咱洗澡去吧？哎，那可不是先洗去吗？拐个弯来，有个澡堂子啊，俺们进来了啊，在里边伙计挺客气。是啊，来来来，脱衣裳洗澡，脱衣裳。是，是我哥哥，你外边脱去。哎，对。实在太脏了，这那院里脱完那水管子呲干净了。哎呦，什么罪过？我来这里头把我的衣裳脱好了啊！我找个凳子，我拴凳子腿上。哎，你拴它干嘛呀？你丢丢了呢？丢不了，不能。我在村里洗澡还丢了呢。村里哪儿啊？坑边上。嗨，坑边上没人呢。没人还丢了呢？那么些人，谁偷裤子的呢？嗨，谁偷你裤子呀？别跟那个门一看，奶奶娘呀，到了阴曹地府了。怎么了？正当中有一个大池子，正煮活人呢。是吗？有一个老头煮的要死，还喊呢。啊！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你上来呀、啊、你。不是啊，人家是洗舒服、洗美了。不能啊！啊，不能这个，有小鬼把人捞上来，搁在椅子上正扒皮呢，这。这不是那是搓澡的。哎呀，我一看这个地方，我来了，我有用武之地了。怎么？我扎个猛子吧，在这儿。我练的我水性不错，刚才学来着啊。是啊，站好了往下走，等上了当了。怎么了？小鸭子没进水，脑袋磕个大嘎子呀。废话吗？喝了两口水，怎么袜子味儿的呀？哎呀，谁让你喝它来了？站起来一瞧，这个水才到这儿啊。啊，我看看有鱼没有吧？这里没鱼。东一摸摸，你呀，啊，鱼是没有。对。有个大王八盖子，嗯，呵，你看这个东西啊，啊我正摸着，站起人来，抡圆给我一嘴巴，啊，我洗澡摸我屁股干什么呀？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双雪济南话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
的人不少啊，哎，大伙儿都爱听相声，是，起满坐满呢，我很欣慰啊，您又高兴了，好啊，嗯，说明什么了？说明相声是有生命力的，哎，大伙儿都爱听，大伙儿爱听，嗯，作为演员来说呢，更得下功夫，哎，您得用功啊，大伙儿这么捧咱们，嗯，咱不用功。不合适，对不起大伙儿，对不起大伙儿。嗯，当然了啊，有的朋友今天没来，嗯，看得出来啊，嗯、常来的我都有印象，哦，脑子里都有。嗯，也有几位没来的，哦，没事儿，嗯，不恨您，嗨，恨咱不是，谁没点别的事儿啊？对 对, 对，有事儿忙你的去，哎，打发人把票钱送来，啊。不来还买票啊，人也不来票也不来，这就不合适了，嗨，是不是？哎，得懂得交朋友，这叫交朋友啊。有的人对我们俩不太熟啊，我叫郭德纲，哎，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，客气。于谦，哎，于老师，哟，别这么说啊，了不起啊，不，我很崇拜你。别，在我心里啊，说实在的啊，好多说相声对我来说不以为然。哦，真的啊，这是跟您说实话啊。是啊，很多相声演员在我心里边啊，嗯，就是一堆屎。于老师不一样，我两堆，我比别人多一堆。不是啊，我就想捧您呢、啊。您这是捧我的吗？说您好啊，好就两堆屎啊。相声大伙儿听的不多啊，但是您演的电视剧大伙儿没少看啊，有演过几个，演过很多电视剧、嗯、没有，也拍过广告，对，最近又接一大活，哎，马上要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，这活也不太露脸，发财了呀啊，以后您得多多的支持我们相声事业，哎，您太客气，刨去拍戏回来就得说相声了啊，是是是，常听相声您都知道，嗯，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基本功，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，是，就拿这说来说，嗯，嘴里边得干净，这是功夫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啊，干板剁字，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，您得听清楚，不允许贪污任何一个字，是是是，哪怕您坐的剧场最后一排啊，每个字儿送到耳朵里，得让您听清楚，平时得练呢，得下功夫，哦、是啊，绕口令，哦，报菜名，是地理图，嗯，八扇屏，这都是贯口，夸住宅，哎，对对对，都得练，嗯，小孩学相声先学报菜名，现在学这个，哎呀，我们都下过这功夫啊。对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您从小学相声你得下功夫，你知道吗？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哎，啊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鱼香肉丝，宫保鸡丁，撇个丝儿，麻豆腐，撇个丝儿，麻豆腐，把这都得下功夫，你知道吗？还下功夫呢？这得下功夫。报菜名，麻豆腐都上来了。我、啊、这是今年新款的啊，没听说过。得下功夫练，您就没好好练。说学逗唱，逗很主要啊。那是啊，说相声的不逗。没意思，那就是没跟俩人站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，嗯，对口的人民日报，那怎么听呢？对不起大伙儿，哎，唱、啊，唱什么呀？唱的是太平歌词，那、啊、这是我们本宫唱。那有人说了，唱歌、唱戏，嗯，唱小曲儿、唱大鼓，嗯，这是学唱，哦，这属于学。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，对啊，上下就是来回叨叨，嗯，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开始唱这个，嗯，后来呢，唱着唱着出一水花，你知道吗？站在水花里边唱啊。口吐莲花，哎哎，对对，有机会咱们来了这个啊，算了吧，啊，算了吧，我这跟他们不一样，我用铁棍打，你知道吗？那罗锤是瓷实，行了，这我得自己来这个。还有这个学啊，都说学啊，怎么叫学？
怎么叫学？学说话也是学，啊，学表演也是学，对，学方言也是学，各地方话，学唱也是学。哦，在这里边，我认为方言是比较重要的一门功课。哦，地方话不会说地方话，嗯，不算一个完整的相声演员。哦，那也叫倒口啊。对啊，嗯嗯，你看咱们普通来说都讲普通话，对，但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语言，这叫什么呀？嗯，隔河不下雨，十里不通风。哦，方言不一样，各不一样。嗯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话。哦，北京话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迁。这还变不一样是吗？清朝末年，清朝的时候，走到街上，你听俩北京人说话，嗯，跟现在就有区别，是吗？那会儿来说，北京城八旗子弟居多，哦，提笼架鸟，游了茶馆，嗯，进澡堂的，一天到晚就这出，嗯，没别的事儿，哦，人见面也是，有的是充分的时间，废话说的相当的多。哦，聊出来全没用。街上胡同口啊，张三李四哥俩瞧见了，哦，这一聊天，嗯，干嘛去兄弟？哎哎，大哥，我这是刚喝茶去了。哦，上哪儿喝去了？这不是门口那个太玉茶馆，上那儿喝去，嗯，别上那儿去呀，嗯，他这个黄铜壶烧的水啊，没有紫铜壶烧的水好喝。哦，哪天上我们那儿去？嗯，我净跟这西北角那儿那家喝。哦，那成，哪天我上您那儿去，啊，您今儿这是干嘛去，啊，赶紧家走，我跟刘二爷约了下午瞧那蛐蛐去。要哪个刘二爷？嗯，就是那大胡子刘二爷，你甭听他了，他说话没谱，这儿说话得上西直门听去。嗯，明儿您瞧蛐蛐上我那儿去，嗯，我那儿有几个沙河流新来的好胡子，还有几个哥们儿，您讲咱这玩意儿地道。嗯，行嘞，哎，今儿中午上我们家去吧。嗯，你嫂子和面了，中午咱们烙肉饼吃。嗯，不行，我们家今儿西葫芦羊肉馅的锅贴烤着呢，烤西葫芦炫成丝儿，搁羊肉获得了一包，呵，这边吃那边拿剪子嚼耳朵，您都不知道，就这么香的，去不了了，家里忙着呢。这不嘛，下午你弟妹说了，想出去还买几块料子，买什么料子？嗨，就随便买点，做几件衣裳什么的。那这么着吧，明儿早上起来咱们茶馆见，我给您留地儿。那当然了，咱哥俩交不离梦，梦不离交，这不胡家将说的吗？什么胡家将？杨家将这么说的，我交不离梦，梦不离交。呵，你瞧，你说想起来了，是杨家将说的，交不离梦，梦不离交。明儿见你了，明儿见，净废话呢。好吧，一句有用的都没有，一句有用的都使不上。哎，辛亥革命之后，嗯，满清王朝倒台了，有铁杆庄稼没了，嗯，这些八旗贵胄们都得出去干活去了。是，还是这俩人胡同口再碰见，嗯，就简单多了。是吗？干嘛去？拉车。完了，嚯，干活挣钱吃饭了。没有这么些个时间了。哎，这北京话听得有意思吧？好玩啊。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很多方言土语听不到了。土语过去来说溜溜的，什么挠鸭子了，嗯，褶子了，姥姥，这个很少能听得到了。嗯，哎，这是北京话。离着北京往东40里地有个地名叫通州。有啊，通县呢。嗯嗯，通县说话跟这儿又不一样了啊，有口音了啊。你这离着40里地，对对对，就改了。我有一朋友是哪儿的，聊个天是吗？啊，他们管这个没过来，没过来，咱们都说没。于谦来了吗？嗯，没来，没来，没来。嗯，通州不这么说，他说什么？没来来，没来来。于谦呢？嗯，没来来。说我没来，那没来就把他加来啊，没来来，没来来，多这么一个字儿。哎啊，哥哥不叫哥哥，叫格格。哦，我哥哥，我格格，叫格格啊。我们有一朋友是通州的，嗯，我家里哥几个呀，啊，我还有三个格格。哦，我问他，你爸爸是皇阿玛？什么呀？啊，皇阿玛像话吗？趁仨格格吗？啊。离开北京240里地到天津啊，天津说话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那口音就重了。好多朋友聊天，嗯，还说你个天津人说话爱说骂，爱骂，敢骂，你敢骂？哦，那个骂，他这闹不清楚什么意思。一个口子边，嗯，一个麻花的麻字，念骂。对，在天津这个字有很多的解释，是吗？啊，俩人见面了，你敢骂去？我不敢骂。那怎么骂？骂干嘛呀？什么呀？说什么呢？
他们俩人就听懂了啊，外人一概闹不清楚。对了，全糊涂，什么干什么，打算怎么着，好了坏，都能拿这个骂字来代替。啊，天津街头俩人碰见，你听俩人说话热闹是吗？很幽默呀、啊。怎么说？干嘛去，大哥？他赶看戏去了，是吗？好吗？呵，一大跨帘啊，一三流壶，大跨帘拿俩摁摁推，三流壶拿白拉杆，俩人打剑一热闹啊，骂戏就是不知道骂戏。嗨、哎。明白，闹了半天没瞧清楚啊！这是天津、啊，到这个经常到安徽去做节目、哦、啊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发现安徽人说话有特点。安徽有几个字儿说不清楚，哪几个字？滋、鸡、湿、丝，闹不清楚。这四个字闹不清楚。那、哦、比如咱们这儿说，嗯，买一只老母鸡，嗯，老母鸡，到他们那儿叫老母子。老么子，嗯嗯，皮肤的皮，皮叫呲，我呲啊，费多大劲儿啊，够狠的，有假牙都得脆出去，是吧？好嘛，行了，呲，那么着事儿啊，呲，洗脸，洗脸叫死脸，死脸脸啊！我上安徽去住一朋友家里边，嗯，早上起来喊我洗脸，嗯，大哥，死吧。死了！哎，你先来，你先死。开始啊，过去。死。合肥有一个绕口令有意思。哦。从肥东到肥西。嗯。这是两个地名。哦。合肥的东边，合肥的西边，俩地。肥东，哎，从肥东到肥西，嗯，买了一只老母鸡。哦。搁在河里洗一洗，一洗净是皮，花了1.44元。哦，这是咱们说，用合肥话一说，你听不懂。怎么说呢？从肥东到肥子买了一只老母鸡，搁到河里洗一洗，死嘎死，花了1.44元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外语这是啊，听不懂，闹不清楚。嗯，不过这个安徽方言还是属于北方语系的，是吗？北方语系。哦，包括这个河南方言，我认为有意思。河南，河南方言多有意思，是吗？你干啥去你？啊，那干啥去？啊，那美国总统布什啊，就说这个嘛啊。干啥去？不时说河南话，还请一河南家教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教这普通话不老地道的，这家教不怎么样啊！我上河南演出去，嗯、早上起来看着卖那胡辣汤的，哦，一边吆喝一边卖，听着河南话这个甜呢，有意思。胡辣汤北方北京没有，对，河南当地喝这个多，地方小吃什么海带丝儿啊，嗯，豆皮儿啊，对，什么这个乱七八糟一大锅，海带什么都有，煮的挺好，嗯，拿个勺跟这，哎。胡辣汤，胡辣汤，哎，有香油辣胡辣汤。怎么了？挑出一只袜子来了啊？锅里啊，长筒丝袜。哟，胡辣汤，胡辣汤，那这海带也不茄就猪，你看，嗨，是海带吗？那个，脑子快呀、啊！啊。起个飞智啊，都搁这儿了，这一锅都卖出去了。要说好听，我认为山东方言非常有意思。哦，山东话啊，山东不同地区呀、啊嗯，不同的方言。哦，咱们有一段相声叫山东话，哎，学的就是山东胶东人聊天，是是是，两人接着说话跟打架似的，还那么梗，他那话硬。对对对，不过山东方言有软的地方，哪儿啊？比如说山东济南。哦，那首府啊，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啊。对对，两个人说话听得很幽默、啊，非常有意思，是吗？今天这样，嗯，咱们两个人给大伙儿学一回山东济南人说话，好不好？这个，咱们干嘛还俩人学？这一个人学表达不出来，非得俩人来。哦，那这么说是有情节，他有一个小故事。哦，咱们两个人岁数差不了多少，是？哎，按照年龄来说呢，你大我一岁，我长一岁。哎，我呢是你的父亲，对。哎呀，我以为说呀，不行了，别说了啊！什么呀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长您一岁，对呀、啊，怎么还您是我父亲？这很神奇啊，这个，对吧？我听着也是很神奇的，就那你慢慢琢磨，怎么琢磨呀？你偷着美去吧你啊！我美什么呀？我这多可乐这个啊！什么呀？你情节故事需要是这么安排的，怎么就这么安排了呢？咱们两家人是济南的两大富户，哦，都有钱。我们家非常有钱，嗯，你们家也有钱，但比我们要差一块。哦，两家还是邻居街坊，两个孩子一边大、嗯、你父亲为了攀高枝跟我们家把关系拉近，让你管我叫干爹。哦，干爹干爹，他
不是亲的啊。这回你心里踏实了吧？是吧？这也没什么踏实的，这就宣愤了，这个知道吗？行了，就是这么一种关系。嗯嗯。后来呢，都长大成人了。嗯。我到北京做生意。哦。你呢？结婚之后也到北京做生意。嗯。但是由于你自己本身不太检点。哦。吃喝嫖赌抽，沦落街头。嗯。无意中，咱们两个人遇见了。我已经是一大老板了。哦，你富有了，发财了。啊。看见你跟街上衣衫褴褛、沿街乞讨要饭，因为这种关系，我是他的父亲。大家知道是吧？所以我别说这父亲了，知道吗？嗯、啊，我受不得啊！我这个人最看不了这个、啊，我就决定周济你。两人话来话往，这么一聊天，大伙一听跟说相声似的啊，那么有意思，有太好玩了。哎，行行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就开始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你这样也不像啊！我啊，你这又白又胖的，你这那根本也不像一个要饭的呀。那您看，你把这个扣解开点，这扣，哎，这解开，解开，这扣解开，这哎。啊，简简单单的，你需要哎，啊，服装上咱们，哎，你看，好，这系上一下，这样稍微就好多了。嗯，哎，对，把这个解开吧。啊，哎。这个好比说就是衣衫褴褛哦，就这样了，作比成样、是吧？好好，可以，嗯，还是不太像啊，这个太整齐了。我看看，哎，你们谁带那个小一点的那个大褂什么的？有没有小一点的啊？你们小太小也穿不进去，就是简简单单的啊。您这还简简单单的呢？看看，哎，我觉得这种料子比较适合你，知道吗？称得上是料子呀！啊啊！我觉得这个料子比较合适。来，伸袖，还有袖儿？哪有袖儿啊？来，好，这好，这个还贵不在贵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有这么一个，当时就见形啊！哎，还挺款式哈，还款式呢。这是特意给你裁的，你看了吗？没听说过。这还有一点小的装饰品饰物啊，还有饰物。你这饰得有一点，没有哪行天也冷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说实在的啊，这就讲究多了，你看了？这你们孩子那戒了吧？这是不许瞎说啊！这是给狗铺地上那个。嗨。不如戒着呢，你哎呀，那哪儿学嘛来的？这都是这个脸也不像啊！你这个很精神，这满面黄光的，你看黄光还精神。我给你有一点小小的装饰啊，小小装饰。这个化妆来说呢，这是很主要的，艺术形象塑造的一个化妆，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哦、嗯、哦，这是很主要的啊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管他什么玩意儿？玩意儿呗，这是。你把这头套摘了，把这头套摘了。我这是头套啊，我这是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原来那儿的头发。我说买头套买这么稀的啊。嗨，头发掉了。这个要饭也不能这么整齐的小分头啊，是吧？那怎么办？这是很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不想这样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您不想这样，您带着这东西来。哎，你说这谁放这儿的这东西？很神奇这东西啊！于老师来，咱们试一下这个造型啊！让大伙儿看看，来，这打扮出什么模样？我也没看见这自己。这有点那个武状元苏乞儿落魄的那意思是吧？要了饭了吗？这个我也得稍微化化妆啊！您是不是啊，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呐、啊。哦，这个也没有什么。这不像这玩意儿，有个帽子吧？啊啊，这当我那礼帽是吧？啊，当礼帽。好了。用得了这么些吗？你看过上海滩吗？看过啊，这许文强啊，而且我这好在就是长了呀，他能随时去一块儿。对，您说这许文强啊，许文强啊，我看着像马桶成精了，谁告诉你？好不好？哎，行，好吧，这样吧啊，我这是大烟袋啊，啊，这是大烟袋，你拿这个，我拿这个，这你要饭抱着砂锅啊，哎，对，这到我这都这么破呀、啊、你。
烟袋啊，烟袋。我打这边大街上走过来啊。你从这地沟里爬出来了啊。我去这地方啊。你跟街上，你正工作呢，正工作呢。我上个地沟里工作呢。你捡吃的，捡吃的，这就来了，这就来了。好好好，那事儿那的，你说。呀，这不是个狗吗？谁是狗啊？不是，你看谁是狗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你这爷爷不是个狗？谁是狗啊？我这词儿就是这词儿啊！你学名叫狗啊？学名叫狗啊？大户人家学名叫狗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小名呢？小名叫狗子。嗨，就甭小名了，咱就叫。我喊你答应啊！答应，我喊你，你得答应，你得喊我。哎，你不说干爹吗？你得说出来啊！要不大伙不知道这关系，知道吗？知道还得叫啊！你看，你要嫌麻烦，还得重教你，要不？哎，别啊！好眼见，留眼晃。不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要那个。呀，这不是个狗吗？哎，你不是干爹吗？哎。咱答应多痛快，你看了？是你痛快，我可别扭了呢。孩儿啊，你怎么咬了饭了？啊，对呀。哎呀，怪可怜的。是啊。好几天没吃饭了吧？啊，都老没吃了。我可看不了你这样的。我妈呀！我心里不是滋味啊。那您看，我不能看着你受罪啊。怎么办呢？我把眼闭上吧。哎，闭上啊，睁开吧。我问你，看不惯你闭眼呢？我得管你啊！你得管我呀！孩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可怜呢？你看怎么了？多少年没回家了？我十年了。十年不回家了？对呀。家里事你都知道不？说嘛事了？你也不知道啊？不是跟我说呀？了不起了？怎么了？那一年家里出事了。说嘛事了？闹了天气了。哦。用那个雨啊，那个雷呀、啊，咕隆隆咕隆隆，咔嚓一个雷呀、啊！怎么？全村里劈死20多个老头啊！我劈死老头了，20多个老头啊！怎么回事呢？那都是坏老头啊！做嘛事了？那都是跟儿媳妇不干净的老头啊！嗯，那全给劈死了。先生啊，我爸爸没事吧？放心，你爸爸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啊，人好啊！把你爷爷劈死了。哎，行了，回来吧。这个大伙都说了。还说呢？说顶了个顶。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遇见一窝狼，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，劈死了老头儿臭流氓。哎，行啊，你就别说了。那个俺爸怎么样了？你爹呀？啊，好着呢。好吗？你爹可了不起啊，好吗？天天吃的饱饱的，没事他都练着打圈啊。好嘞，吃饱了喝足了出去，他都不是为了强身健体啊。那为嘛呢？为了耍流氓，还这个呀？吃饱了喝足了上村口大树后边一站，打那边来个女的，你爸爸往外边一蹦，此山是我开，此处是我栽，要打此处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啊，是把那个女的吓坏了，吓着了，一下子把刀都抻出来了，抻刀了，是个练武术的啊，好嘛，追着你爸爸满村的跑啊，摁住了大嘴巴子，那嘴巴子跟不要钱似的，好家伙，打着你爸爸跟个王八蛋似的。哎呀，这也挺打呀，你就不用往前说了，打着你爸往前跑，一下子掉到粪坑里边都淹死了，掉粪坑里了，张着嘴下去了，哎呀。全村人都说这是好事啊，好事呢，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就是大伙儿都说了啊，表了个表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遇见一窝狼，老天爷一怒睁开了眼，淹死了老头臭流氓。表了个表。不，你别说了。嗯，那个俺媳妇儿怎么样了？你媳妇儿啊，络腮胡子那个。哎，你媳妇儿络腮胡子？不是，你哪个是你哪个？什么？我娶了媳妇儿走的呀。哦，娶了媳妇儿走的。对呀，全靠你媳妇儿了。是啊，你爹也死了，你爷爷死了，嗯，那么大的家宅谁管着呀？对呀，全是你媳妇儿管着。开了客店了。啊，哦，十里八村的这些个流氓光棍都上你们家来了。是啊，大伙儿说来，点了个点，点了个点，这就甭点了啊！我们家改妓院了，是怎么的？点了个点，点了个点啊！什么点了个点？好啊，好啊。那我呢？你有了办了你？我怎么办呢？你想好不想好啊？想好你得周济我呀！干哪一行你都得往心里去啊！对呀，要饭也能挣钱呀、啊？怎么挣钱、啊？你这样不行啊！你给我出个主意。有几句词儿你把它学会了不？还有词儿呢？你得这样说呀！怎么说呀？好可怜。我咬了饭，怀里的包着黄瓦罐，连三天我是没吃饭，饿得我这个紧当隐形硬底的砖。你有那老太太吃不了的烧饼干，小孩子抖落的包子馅，珍珠玛瑙翡翠串，来这么十几串，身上冷不是打颤颤。你有
愿意给我几件，我这不是干洋饭，我病少的治出汗，照这样说有三天了哈，发财了，我打死你了，对你的吧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西征梦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听相声来的，哎，人不少啊，嗯，我很欣慰啊，老词儿，多来吧，多捧啊，对，多捧咱们这些个说相声的人，相声演员，于什么来着？忘了，于谦，哎，对对，于，我对不起啊，我不总看这个《法制进行时》，你知道吗？法制进行时有什么关系？闹不清。于谦很有发展的一个相声演员。没有，大伙儿多捧，我托付你们了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，多捧。这位还真相着我。我很喜欢你们这行，相声好啊，好，弘扬真善美，对，藿香正气，对。什么叫藿香正气？就是有人叫啊，藿香正气什么？您说的就不对，哪有药材相声？反正好，说相声好，好就完了吗？太好了，我坐兴你们这行子啊！我坐兴你们这行子，嗯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个什么坐兴这行？因为终归咱们这个两者之间它是有隔阂的。哦，您不是干这个？你不知道？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瞧我这身军装，哎。您这军装啊，这是？我是一个军事家。您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都知道啊。下去，哪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？军事家，军事家上桌子干嘛？你看，您干嘛呀？敬礼。您这是敬礼呢？这是敬礼。怎么了？我给你扔块面包怎么样？什么呀？您这是？我今儿是没带着枪，知道吗？带着枪？我带着我那机关枪出来，我早秃噜你了！我告诉你，你也得有那玩意儿啊！手榴弹一块钱六个，我先扔你100块钱的。嗨，没那么便宜。不尊敬军事家啊！这到哪儿去？呼啊！呼，嗨，知道吗？行，打枪，手枪，崩弓子都有啊！什么军事家呀？您这是？不同的战况，不同的兵刃，是吧？嘿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看，嗯，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？没听说。我是老河部队的。什么部队？您呢？老河部队。老河部队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哎，你不看电视啊？电视上有吗？世界有老河部队啊？嗨。维和部队，什么叫维和？维持和平啊。老和呢？不知道。老得维持和平啊。哎呦，这部队怎么那么贫呢？这部队，我说实在，老得维持。说实在，我跟这外行啊，没法说，知道吗？哎，啊，你说相声在这儿，厕所在后头。您这干嘛呀？紧紧我这武装带，武装带都杀里头。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1997年，啊，世界上各国的这些法人们啊，嗯，都聚在一块儿。什么叫法人呢？您这各国负责人啊，这首脑，对，都守着这碗豆腐脑啊，吃早点的日子，首脑，大伙儿聚在一堆儿啊，大伙儿开会啊，世界上乱。哦，净这些搞乱分子，知道吗？搞乱的，得找一帮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老核部队，维持世界和平。哦，老得维持这世界和平。哎，这不嘛，其中就包括我。哦，您就是那老核部队里有我。哦，有我，当时就定了，就是找一地儿培训吧。培训得找一个哪国家？上哪儿？瑞士，瑞士不干。哦，我们是中立。哦，不掺和，不接待这个。哎，法国怎么样？不行，法国忒浪漫，怕我们去了光忙着搞对象。您上那儿干
爬去了。日本啊，吃生鱼片怕闹肚子，全毛病。最后选了一个风景如画、四季如春的国家，美国，通县。通县，通县那是国家吗？通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许你侮辱通县。怎么了？通县永远是我家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嗨、哎。人家都不爱他，这都喜欢在通县这儿，喜欢就去吧。都跟这儿，大伙儿聚一块儿，全世界挑来的啊！我们这一百来人都聚在一块儿，上通县了上课。嗯、啊，跟我们上课的老师谁呀、啊？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。哎，您先等会儿吧，您先等会儿，别说了。这五星都上将了，怎么还下士？他上完将就下士卖去呗。好嘛，卖大将来，卖大将的嘛。没上市老师。早晨都站齐了，啊，站齐，大伙儿先做操，知道吗？他练这个，先做操，啊，然后做眼睛保健操，全想起来了，都做完了，嗯嗯，唱校歌，校歌，都站一块儿唱，哦，你本是关门后上当的人品，是真秀啊，敢领我多半的臣心，行行行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一高签，什么高签啊？这詹姆斯下士教这个呀？这我们校歌，校歌啊，校歌评戏。哎，校歌，完事都回屋学中国的古典兵法。哦，一人发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孙子兵法，孙子兵法。哦哦，就看这孙子这东西啊，说实在，哎，太不礼貌了，您这。子兵法是啊，他就叫这名字啊。学都学完了，学学了有一年多，嚯！毕业之后啊，嗯、就地解散。呀，下那么大功夫学，然后解散了，也没有单位要我们，没有人接收这玩意儿，怎么弄这不是？先解散吧，先解散，都找点事儿干吧。哦，等世界需要你们的时候找你们。嚯、哦，都散了，那走吧。后来出事儿了，出事儿，美国有一大楼，嗯，咵，让人家飞机给怼了。您这词儿用的太不文明，都闯了，世贸大厦怼烂了都啊！急了，布什总统这才急了，急了，这才着急哦，急的一天光去火药吃30来斤，不至于，找吧啊，找军事奇才，带兵打战啊，抓我们抓这些个恐怖分子，我找，还世界一片和平，嘿，哪有啊？没有，不好找。人才少，最后布什总统有一秘书叫王富贵，什么名字呀？跟总统说啊，中国北京好、哦、有一郭德纲，找着你了不起，军事奇才，好、哦、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嚯，上炕认识娘们，下炕认识鞋，嗨、哎，你就这能耐了，你就这，找吧，找我难了。怎么了？我没有电话，我没电话，没电话，我用一 BB 机传呼台就停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通讯工具？这么难找，他们愣找着我，下功夫。那天我跟街正打电话，哦，哎，后边有人来我，哦，哎，你是郭德纲郭先生吗？哦，哭，一女的，啊，漂亮啊，嗯、啊，外国人，呵，金发碧眼，漂亮。我说等会儿啊，嗯。喂，哎，没打通，多少钱这个？啊啊，没打通多少钱啊？啊，公用电话。我说那什么，我是郭德纲，啊，你怎么着？郭先生你好，嗯、啊，你和不这啊，您啊，金发碧眼呢？废话，金发这不闭着眼了吗？闭眼。瞎子呀！对，那还漂亮什么呀？好看着呢啊！嗯，布什总统让我找你谈搭档的事儿啊啊！打仗似的，来坐坐坐坐，来，马路边上就坐下，坐坐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打算花多少钱吧？说嗯嗯，给你1000万美金，嚯，让你打仗去啊！行，这事儿成，这干得过啊！行，起来吧。什么叫干得过？起来吧。你代表了吗？代表了吗？我看看啊，连表都没有，掏出一表来。嗯，一摁，叮，现在是12点。嗯，来拿着啊。没吃饭吧？没吃饭吧？到点吃饭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嗯啊，凯宾斯基，嚯！不能丢中国人的脸，那倒是。凯宾斯基上草地上，旁边那削面，哎，嗨，刀削面，来走，吃饭去，坐在这儿，来四碗面啊，四碗，三碗大一碗小啊，他吃一碗小的，嗯，我吃2碗大的，嗯，还一碗呢，打包，我媳妇儿还没吃饭，好嘛，
一家子饿嗝。伙计，啊，你拿辫子算过来啊，还吃蒜，包蒜，啊，吃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商量这事儿。我说行，我说去可以啊，空口无凭，知道吗？立字为据，哦，还得写字据，掏出合同来了，嗯，从身上掏出一金笔来，嚯，明晃晃，夺人耳目，嗯，冷森森，要人胆寒，这敢比啊？是怕你吗？这个三十来万是吧？嗯嗯，好，许久没写了，啊，签字，嗯，你得先给我点钱，管人要钱，得给定金呢。哦，这个事儿你到那儿去个黄了怎么办呢？嗯，是不是有定金？他说先给一部分，是定金，可不是给一部分。这个说有给十的，啊，10%，给15%的，15%，20%的，20%，30%的，那30%啊，我得给50%，那都不少，多吗？50%不少。哦，行，那我干了这事儿啊，给我吧，啊，把这50%给我，我看看。对，是这个。不，您先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1000万50%，怎么就一张啊？嗯，就一张50%的，就50块钱呢，美金，美金也不像话呀、啊！这行了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啊、这事儿定死了。你别忘了10号，你到机场有人接你。好，10号，长志，你去哪儿？嗯、啊，我回大使馆。我回大使馆。你怎么走？嗯、啊，我坐300。哎呦！坐300回大使馆呢，这燕莎这块凯宾斯基这是没有300啊，就是啊，有一辆区间的，嘿，好嘛，这外国人这还挺熟。来，我搀着你，我搀着你，搀着你，给他搁车站，赶紧回家，回去吧，跟我媳妇说这事儿啊，啊，你没见过我媳妇，没有，漂亮。是啊，高个儿，嘿，大脸盘子，嗯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黑灿灿的。哦，他是没胡子，有胡子跟张飞似的。我看的呀，还告诉你媳妇儿，这回咱发财了。怎么？1000万美金，有钱了，挣了之后回家，咱什么都不干了啊！咱们开一个很大的商店，开什么店？咱们干一公司，做买卖。我弄一很大的一个桌子，嗯，当老板，嗯，天天前面雇十个带红箍的站跟前儿，干嘛？我挨个骂，过瘾呢，这我要报仇。天天骂着带红箍骂，我就不骂那扫厕所的。干嘛呀、啊？我媳妇扫厕所的。哼，换工作啊！先给你安排安排啊！啊，给买5块钱馒头，啊，买2块钱油条，哦，买10块钱的水疙瘩，50块钱也不禁花，不能多花，差不多了啊！啊，你就跟家炒水疙瘩吃啊！都吃水疙瘩，周日翘点青豆啊！嗨，不怎么样。一看这个我们家这个日历啊，啊，都7号。7号，他让我10号走，还、哎、3天，我得赶紧去，来不及了，这就走。哎，太早了，我住着远，我住在石景山里，那也不用头3天就去，我走着去吧，走着上机场啊，走着去，到机场一瞧，嚯，啊，直升飞机，哎，那好啊，你这玩意儿啊，直升飞机接您一人啊，嗯，顺小梯子上去，前面坐一个，那叫什么呀？驾驶员。飞行员，飞行员，对对对，戴大皮帽，对，风镜，哦，大口罩，军队啊，嗯，口罩挂着一耳朵这儿耷拉下来，那不是口罩啊，皮夹克，嗯，大皮靴，飞行服啊，嗯，坐着抽烟去，嚯，嗯，别抽了，来了，咱走啊，走。直升飞机也摇玻璃。您这什么飞机啊，这是？这干嘛？把手套戴上啊、哦！你坐稳了，坐稳了，知道？坐稳了，我吊着，吊着好了。他这个椅子这有根白绳子头，头一蹬这个，飞起来了。这飞机也是柴油的，直升飞机。哼，我痛快啊！哦，好啊，往下看。哼。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嗨、嗯，我很痛快。嗯，飞了10分钟，飞机缓缓下降，那怎么就落下来了？加油！飞10分钟就加油啊？开到加油站去。啊，加油站的女的还喊了，嗯，往里来，往里边来，往里边来，这边，掏出钱来，啊，加30块钱的。飞机怎么加30块钱？有那能烧得了？油箱小，小也不能那么小啊！拿过那大枪来啊！屋里头看那表，走吧，
也就这么会儿。一带绳头，突又起来了，开了有四十来分钟啊。回头问我，哦，你去过美国吗？没去过。你是没去过。你呢？我也没去过。俩没去过的就开飞机去啊？俩不认道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啊，要不咱俩问问？问问？哎，问问吧，问哪能道啊？你捏闸呀、啊？您这越说越不像话。直升飞机你哪见过呢？直升飞机也没有捏闸的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来吧。我下去问吧。嚯！美国还有这么荒凉的地儿？美国西部还有庄稼地，农村一老头拿铁锹正锄地呢。哦，我赶紧过去。嗯 ，Hi， 你 Hello， 会这 ？Hello， 啊，老头一回头，嗯，打，好嘛，刚到东北，这是哪儿啊？问问吧，铁岭，铁岭，铁岭到美国还差好几站呢。没有站呐，老站。嗯，大爷，美国怎么走？问村长去。村长知道。估计他不认道。干嘛估计？就是不认道。从植物学的角度说，他不认道。嗨，这爱植物学什么事？回到飞机上，我们俩商量怎么办这个啊？他找着好些仪器来啊，啊，指南针、指北针、指东针、指东南北针，哪儿有那那么些针？各种仪器，指北针、定位仪器、雷达、什么测谎仪，什么都拿出来。要那玩意儿干嘛呢？你说你这都落后，这都用不着，这还落后？去那儿咱们就先进的办法。什么先进？扔鞋吧。哎，走，奔这儿拍。比那还落后呢，我听你的，突又起来了，直奔美国，不够折腾的，开了半年多吧，半年多，加了70,000多回油，嗯，小油箱，终于到美国了，啊，还真到了，飞机上往下看，没错，没错，怎么，底下横幅写着呢，写什么呢？热烈欢迎郭德纲师傅，啊。郭德纲师傅，美国人他哪懂这个去啊？啊啊啊！飞机缓缓下降，嗯，围着跑道一圈一圈跑，啊，跑，刹车坏了，嗨，跑吧那就，嗯，这不行啊，停不下去不行啊，啊，把门开开，啊，咱俩把腿搁外边秃噜着，这当刹车呀？啊，秃噜几圈就行了啊？没听说过，还真听话，开开门把腿搁外边秃噜了，我算他，我腿可没出去，好嘛。终于停住了，他都磨到大腿根了。这位还真实诚。行吧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甭客气了，你这算工伤啊。行行行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不走吧？你慢慢往回蹦吧，你啊。不得蹦吗？打飞机了下来，嗯，白宫的工作人员来了，哦，穿着制服，嘿，中山装，见您来了，皮包，啊，戴鸭舌帽，过来了，白宫的这是。哎，您是郭先生吗？我说对，是我，是我，我不能丢中国人脸啊。那是啊，啊，接下来了，嗯，好，等您好好些日子了哈，啊，飞了半年了啊，刚才看您盘旋半天，嗯，估计是您快到了啊，太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嗯，总统都急坏了，哦，好，接我那车呢？车，咱们打车，美国打车呀，啊？打车，行行，这儿有车，拦车，嗯，这1.6块都不能坐。美国出租也1.6块啊，总统好算计，这也不给报啊！哎，1.2块的来了，1.2块的来了，1.2块的吗？车门开开，嗯，我才不坐头里呢，怎么坐头里得结账？嗯，坐后这份算计，靠，嗯，车，哦，直接奔白宫，嗯，一会儿功夫到了，呼，这个白呀，啊，刚刷的浆啊。你管着人家，管不着人家。白宫门口站着20来人，有男有女的，哦，弄着兜子都准备好了。是是，记者呀，哦，媒体，对吗？哦，我要留神说话，哎，不要被他们抓住什么把柄。对，丢中国人的脸，想得周到。往下一走，嗯，这帮人全过来了。说什么？师傅要盘吗？卖盘的呀，这是媒体吗？这个。
你这白宫文化局都干嘛吃的？你这哪儿有啊？他们迈步往里边走，嗯，正当中大水池子，啊，杨辉池子里边假山，哦，呲水，白宫里头底下有横幅，哦，计划生育，人人有责。白宫里也写这玩意儿啊？这边存车处都是自行车，一辆一辆的。一老头戴红箍正溜达着呢。这地方我怎么觉得熟啊？上台阶儿啊，上台阶儿，白宫正当中13凳台阶儿、上去之后，所有国会议员都穿着西装跟等着我呢。哦，一看我来很高兴。嗯，白了您呢，连着钱您呢，没喊脱光啊？哎，脱光了。那么澡堂子是怎么？你还懂这个、啊？礼貌啊，礼貌。来在里边，我说总统呢？总统在内屋呢。嗯，推开门，四目相对，不时很激动啊。哦，你咋才来呢？嗨、哎，我说对，干啥去了你？行，别龟孙，别说了，骂街，有事说事啊。什么呀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布什怎么这味儿啊？布什请了一个家教，是河南人，嘿，不怎么样，还以为这就普通话呢。啊，我说怎么着？挺好啊，啊，有人没瞧见你了？你这还说啥？这等着你嘞，打仗的事儿，你行了行了，打着你啊？普通话怎么样？哎、啊，这他说不了，说不了意思。您学普通话得了，说不这么利索啊？我难受啊！行，我这事儿干得过啊，干得过，我赢了啊！正说着呢，布什这儿身上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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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BB 机响啊，布什那台没停，这啊，阴险呢，嗯，阴险的呀，他挂着链子，嗯嗯，饭已准备好，请速到食堂就餐，什么事儿都这个，郭先生，要吃饭去吧，啊，吃饭，嗯，吃什么呀？啊，我一点都不饿啊，你说吧，吃什么？今儿为了你来吃海鲜嘞，甜点的龙虾。你喜欢吃龙虾吗？行，龙虾行，龙虾我今儿吃你的啊，好东西，跟那块走。嗯，哎，地下室是食堂啊。哦，大玻璃柜子，大龙虾，好家伙，这么大个，嚯，大龙虾。哦，今儿我算来着了，吃吧，我玩命吃啊。嗯，今儿不就干的我，知道吗？光吃龙虾，吃饱了没玩命吃，坐在这儿，四个服务员搭着盘子，哦，就这龙虾碟子1米4，大呀，好，光龙虾我算着，啊，1000来个，包吧，喝。小龙虾呀，妈呀，行了，太辣，这点出息吧，太辣，吃，高兴啊，嗯，那个郭先生，先别忙吃，嗯，打仗这个事儿你算是赢了，我说赢了啊，你看这是委任令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嚯，你瞧，嚯，委任令39号办，嗯，不行，这不行，是不行，我穿四一的，买鞋呢似的，正说着呢，啊，听地面上，哦。敌人进攻，这就来了，恐怖分子来了哟，这是欺负人呢 啊我在这儿他们都敢来、太明目张胆了，是难道说不把军事家这军事家什么体格啊，这是不把军事家当回事吗？啊，我去，你去，推开我这龙虾盘子，迈步来到楼上，远处硝烟弥漫。哦，这可不行。哦，我什么都没带着，万一伤着我怎么办？啊，一回头地上有一钢盔，哦，德国钢盔，帽大眼小，白底红花，啊，拿起来扣脑袋上，钢盔，呼着子弹打过来，当当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叮当叮叮当，呵，我高兴，杀呀冲啊，夹叽叽叽。什么吧？我正高兴呢，我媳妇抡圆给我一嘴巴啊！吃饱撑了不睡觉，你顶个痰桶美什么呀你？做梦！